哎，大家好，这是新的一次继续为大家带来 Pre 的游戏康视频。上一期探索的时候呢，我们是发现了这边这个 Staff Launch，它也是之前应该是没有来过，或者说是来过，我给忘记了。总之，哎，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拟态。这样怎么办？我的一个想法是。一个想法呢，是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引诱器啊。没有效果。真的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好吧，我之前的想法是，那个引诱器是可不可以把直接是把就是藏着的 mimic 全都给骗出来？但现在发现，总之从刚才的试验结果来说是不行。我估计是怎，但是我打坏的其中一只呢，它是好像是自己是。被引了过去啊！我才可能是，哇，这个有点太浪费子弹了。抽过的雪茄，还有什么国际艺术？这个有打过。真的是很吓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蹲下了。蹲下后，我不太清楚是我们的就是前行技能没有学，导致这些拟态就非常容易的把我们给就直接是过来袭击我们，还是说是我因为我在那边攻击了，导致是他现形了，是不太清楚。这个椅子应该是真的，但这边我杀了啊，这边还有一个拟态，但好像是物品栏又满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丢弃，这个也丢弃，然后把这捡起来，然后整理一下物品栏，然后再把这两个捡回来，真是好麻烦。好像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啊，这边是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像这边已经是打了一些拟态了，不太清楚还有没有更多的。像这边两个碗之类的，两个杯子，这是什么呀？又一个新的 transcribe。It's really sweet that you're worried about me, but we've had alerts before, and I've got three more of these glorified vacuum cleaners to fix before my shift is over. Ugh. Make that four. Someone dropped off another. God, these things are junk. I don't think this is a drill, Octavia. I'm sending you the code. Please, come to the escape pods right now. 像这个人，他是修他的
除尘小艇，是吸尘器啊，等于是，怎么东西又满了？我们捡了什么东西？这么占位置？好像是这些东西它没有组合，好奇怪！每次这个东西为什么都要？我组合后可以看它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再做一个试验，组合物品变成这个样子，我点这个物品，它直接就给扔下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总之这个 UI 真的是急需提高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食物要贴标签儿，又满了。太空产业的先驱，什么？我在哪看见什么致命伤害？哦，我以为是跟战斗有关的致命伤害呢。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扔的吧？这个玩意儿应该是……这种门，我觉得它是没有任何你，就是你连搬都搬不走的这么一个器具，不像这种桌子，我猜可能是你拿那种什么反重力球，好像也是炸不开的。Good afternoon, Talos. Lunch is served in the cafeteria from 12 to 2 p.m. Please refer to the weekly upgrade for today's menu. 像这边，接着就是拆衣，还有，又满了，真的是好烦人，别吃了得了。这样我把一些没有捡到任何没有用的东西。我就把这些只有一个的物品给它分解了得了。这是一个酒，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酒吗？正好也是酒，我应该是有很多的酒吧。这边有12瓶酒，我就留着这个酒就好了，其他东西就暂时不去拿这么多了，感觉上是有点太占位置。大概这么一个样子，等于是能回收很多的物品。像基本上这边这什么东西，我这支线航母杀死了一个拟态，等于是这边这个员工的休息室是我们已经就是又探索完了，接下来。可以，可能这一路上我们可能是会又解锁一些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通路什么的。不过我觉得暂时就不去探索了吧。也是，我感觉上已经是探索了很多。这边我们之前杀死了一些就是外星人，他们的。类似的这个尸体什么的，会不会？就现在会，我们要再去调查的话，会不会能再调查出一些这些什么肿瘤来？解锁。我们是获得的这个。是密码卡吗？还是什么？之前好像是没法去。这是心灵电子锁，
心灵电子锁的停尸间。这边是沙头贝，我要是走沙头贝是什么样子呢？沙头贝叫停机坪是吧？可是在这边是可以看见找到之前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然后心灵电子锁应该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在哪里呢？怎么感觉上是没有显示我们的主线任务？现在是主剧情是绕路进入心灵电子锁，等于是这两个都是在心灵电子锁的。我觉得我们先去把这个停机坪的这个任务给做了吧。主要是很久之前就收到了，现在也是可以前进。但是这个可能也不算是。哇，这。这说实话有点不太好。一个是有这么一个大家伙在，我的这破坏者年轻好像208发子弹。为什么有一个红色的炮塔在？有炮塔。好吧，我觉得我们再改名一下计划。不好意思啊，这个地方总之飞着那个大的好像是之前在外太空遇见那个机器人，或者是叫什么什么机器，就是我们那个医院那个机器叫什么，它的英文叫 operator， 我忘了它这个中文突然是忘记了叫什么了。总之是很强，我觉得旁边它有炮塔的话，而且还是一个敌对炮塔，实在是有点很难去，我是觉得是很难去给它很安全的给打掉。我估计就因为坏了吗？这边好像是进行了一些作战，是有点受损了。就那边停机坪可能是目前不太好进。这个东西开开了吗？这东西开开了。哦，这是我们正常前进的一个道路是吧？这是心灵电子锁。解除什么意思？是这个门吗？关闭。我觉得先给它关上吧，关上感觉更安全一些。一封来自幽离的电子邮件，结果木村幽离也不过是个凡人。15:30跟你说。哦不，这是标题，看错了。这便条是什么呢？你把角色单忘在影印机上了，别忘记我们游戏改到这个什么中心。长之前是看到了一个那个很像 Darkest Dungeon 里边的一个类似于角色单，我猜可能是他提的是那么一个玩意儿吧。错误。我们现在有黑客吗？这边是可以开开吗？这个可以开开。可以黑客吗？需要黑客二。我们升级的话，其实现在感觉上也是可能有点升的太分散了吧。之前说是想升这个枪将，然后还想升这个聚焦战斗，现在是可以升，可以是马上做聚焦战斗了。黑客的话是再攒两个。我觉得暂时就这个样子了。这个保险箱的密码是什么呢？也是不太清楚。来电。
copy of his launch key and hid it in the Neuromod division, along with the supply cache. Meet me back in the foyer. Your office isn't safe. 对啊，谁是十二月？这是什么情况？去门厅跟十二月碰面，任务更新。神经调整仪部门。这是在心灵电子锁，原是这是我们往前走的话，应该是在这边啊？怎么还有一个？先把这个很烦人的东西先给它修好，要不然不太好探索。这玩意儿呢也要修，我倒是这个什么灵背部件倒是挺多的，其实是可以。这是我们一开始那个大厅的位置吧，我看着好像像是大厅的位置啊，这个东西等于是进不来。我们的物品栏是，说实话还是有点紧张。主要是这个有些枪的东西是没有升级，需要枪匠，然后别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样子了。这里面没有东西吗？就等于是只有一个这个回收机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我是没有看见。里边呢也是有一个敌人在巡逻，我觉得我们去门厅那个跟十二月见面的任务是这个门厅吗？在哪里？在楼上。是我们往回走吗？好像是啊。Attention, station leadership has issued an alert. All personnel should report to muster stations immediately and await further instructions. 这个垃圾桶也太不正常了，直接悬空放着。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周围没有垃圾桶啊，最近的一个垃圾桶在这边。这是因为我把之前的这个垃圾桶给拿走了，所以我要是不拿的话，没准会这个拟态会在这边正常的待着，拿走的话可能游戏它没有那么聪明，还是把这个拟态给搁这儿了，是这么一个原因吗？可能是现在是我们去做一个支线任务，去看一下这个十二月究竟是在做什么。可能会有人觉得是就是太，可能是游戏就是剧情什么太拖了吧。但是呢，这什么情况？但是我目前是总是很享受这个游戏的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这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Alex, the Typhon, they're all working against you. Trust yourself. Trust the video you made. We need to get the arming keys and destroy Talos 1 before it's too late. 这周围还有幻影。等于是一月把这个十二月给干掉了。他为什么带着一个神经调整仪？你可能需要这个8117M。Did you fi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植物园 ，Alex 办公室的保险箱。
M 猜可能是指我们 Morgan， 对，是。等于是我们自己留的便条在这个十二月身上，他还带了一个神经调整仪。一月之前好像也说好像是，他说是说是需要什么更多的神经调整仪，他可能是在说是要去帮我们找。我总之给我的一个就是，你要是脑洞开大一点的话，就感觉上可能是这个一月可能还是有什么鬼。他说是一月，说这个十二月是一个。就好像在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落后还是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一个模型，但是要是说从这个月份来讲，一月份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模型，可能是这个会有什么关系吗？哇，嗯，不会，他不会出来吧。这边有什么一样的东西吗？我没有看见啊。这东西没法，这东西拿不走吧？这东西拿不走。刚才是提到了对这个一月跟十二月之间的关系，我也是不太清楚。我好像怎么开不开了？物品栏，好奇怪！刚才我一直在按开物品栏那个键，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好奇怪，看着这个警铃特别的显眼，感觉上不是很自然的这么一个样子。然后这边实际上这个厕所等于是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可以学，正好是在那边是拿到我们第一个神经调整仪，应该是可以学这边这个搬东西。然后当时我好像是学了维修，结果发现当时维修的部件不够用，是吧？这个东西能进吗？这个还是进不了。这里边有，我们当时有杀死过拟态吗？好像是没有。现在其实往回走的话也是可以拿到一些之前杀死过但是没有去。这个门能开开了吗？为什么有一个五？我可以，这是什么东西？输入密码。算直接黑了他得了。这个操控真的是就是好难操控啊，它是总之就是非常的滑。找不到密码。让我来这个地方，我把这东西给打掉，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当时是这个东西，我是学了维修，结果那边好像有个东西啊，那是干嘛的？哇，这是什么？刚才我好像使出了一个特殊攻击一样，啊，又来了一个特殊攻击，我都没有搞懂，好像物品用满了。不管是什么，感觉上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为什么显示可以维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攻击他了吗？所以可以维修。没有搞懂啊，不过就这个样子了。我只是看见那边是有一个可以维修的东西，所以说是比较好奇。这样，这边等于是把这个电梯是算是修好了，现在是可以。这一路上，还是有可能是有很多拟态什么的。哇，这一个要4级黑客才能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呢，我就不去用扳手去敲这些东西了，就直接是拿着枪过去。他要是拟态的话，马上就给他干掉得了。这个枪的射程实在有点糟糕啊！这地方我不太想跟敌人是去。正面冲突，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躲的地方。1622，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宝贝发现了。志愿者。像疑心变轻了。效果不错，敌人智商没有我想象中要高。这么多东西，又满了！哇，什么东西？还有吗？天哪，中招了！有没有一个的食物？这边有两个的食物。又是一个这个什么破坏者枪啊！这个枪我们是已经有了，直接给它拆了。带了500发电池，但那个电池可能是，我估计你可能开一枪要费好多。这些，哎，路边的野花随便采一采。
这些蚁则是真的吗？另外，我觉得不这么着吃吧，直接是从这个菜单中吃。我希望是能吃到。我不太清楚你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你只有东西只剩一个了，游戏会不会优先吃那个东西，还是说它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吃的一套程序？我是不太清楚。这些拟态真的是好烦人。志愿者，这是需要一个二级的密码，这样等于是我们能进的地方。这是什么香蕉皮？我们能进的地方是那边有一个房间是有密码，别的房间是，而且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怎么获得我都不太清楚，现在是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是好黑啊，看一下我们的神经调整仪还是三个，要是能拿到四的话是可以把武器是再升级一下，现在是不太可行了。物品的空位也是比较少，现在看一下这期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我可能私点时间去找一个那个回收机，我找一个回收机呢，把好音乐在下面，我找一个回收机把我身上的一些垃圾都给它卖了，卖了之后呢再去，我们下期回来吧，再回来去探索这边这个志愿者的宿舍。这期就先到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